想不想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？跳完了，不用紧张了，接下来跟大家见个面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帮你保好自己。OK， 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那个黄炫玉老师的妹妹，我叫做黄炫玲，然后，就是因为小时候曾经有学过舞蹈，然后对舞蹈也很热爱，只是后来因为要升学的关系，所以就往学业走，比较没有往术科方面发展。那今天这一次很感谢魔笛给我们这个机会，然后让我可以在舞台上尽情的表演。虽然我已经十年没有跳舞了，真的，我希望你们恭喜。谢谢你们，再一次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炫玲，她非常的优秀，她现在是高雄医学院的研究所医药化学的研究生哈，她现在正在攻读这个学位啊，所以是一个很优秀的台湾青年。